你也我，千杯不倒，特别。不行，我们就再玩两把呗啊！我跟你们说，吴安村那个娘们，那游戏的。 买就立手了，准备开了，炸还是小呀？好，炸！哎，我看看，开始炸！啊哈哈哈哈哈！开始，走吧。 我们去看。美人，你的腰身可真软呢。戚大侠，你们指挥使又喝多了？啊，是啊。 不好了，不好了！邱大人就快到了。啊，怎么说来就来？快，快去通知聂督导。哦，对了，别忘了给指挥使拿醒酒汤。哦，哦，戚大侠，您看，您先去做你的事情吧，不用招呼我了。好的，那您自便。怪不得不方。如果没有叶。 天下九塞，雁门为首，关外景色果然壮丽。你可知这雁门关为何被称作紫塞？是，因为远处的紫霭。没了燕云十六州之后，还能够抵御辽人的，就只剩这么一座雁门关了。 你看看，城墙根下的土色，啊，是紫色的。从古至今，不知多少大好男儿为抵御外敌战死在了这高高的关门外，他们的鲜血把这关外的土地都浸成了紫色。这里面也有我连云寨的无数好兄弟，居然是血色。 若不是有戚大当下和连云寨，现在这关城再怎么固若金汤也是守不住的。朝廷如此昏聩无能，我们却不得不为他拼死牺牲，真是……哼！覆巢之下，岂有完卵？战端一起。
不分南北，无论老幼，皆有守土抗饥之责。好男儿保家卫国，生死何惧？说得好，生有何欢，死亦何惧？为国为民，无愧天地。不知何时才可暂时停歇？ 天下太平，天下太平。那时，不知他还肯不肯见我？他，邱大人到。代州巡检使，来得正好。 醒醒，邱大人来了。舅舅，不，邱大人您来了，韩松。 你胆子不小，还敢回来？这么厉害，七大侠。哟，这是我和七大侠在辽人系做。这。 我不信，这一定是……那么，请秦大人。没听见邱大人说的话？啊，属下不敢。邱大人的话都敢不听？大人恕罪，我也没办法。我等会儿轻一点啊。哦，轻一点。邱大人刚说什么来着？ 寨的营，不过，走快点，走快点！什么声音？过去看看。走快点，走快点！真是晦气，费了这么大半天劲儿。 才打了这么点草谷，可不是？或许怎么交差啊？土司机，土司机，我救！叽里呱啦说什么？烦死了！哭什么哭？再哭别怪老子不客气。那我所有。 糙了点儿，但还长得挺好看。你说，如果我求求你也不疼。
他会不会把他赏给我？你就做梦吧，他还不自己收了去。要不然，嘿嘿，咱们就地正法，不然回了营，哪还会轮到我们呀？嘿嘿，可以可以，你不说我不说，谁知道？好，哎呦，不错不错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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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カルセ、カルセ、ハゼキ、キノゲソ。 什么人？正抽筋的草谷不够呢，你自己送上门来就别怪军爷。草谷，刚才踹了老子一脚，老子要踹回来，看你有多厉。一个人厉害有鸟用？还不是我们人更多。 妈的，老子认得你！反了反了，连云寨造反了！七少商，你疯了吧？你打我们？只会欺负手无寸铁的老弱妇孺，还不给我滚！我们回去。正好，我回去看看你们大人的鞭子抽完没有。 姑娘，帮他们解开绳子。 我警告你们，这么做并不……姑娘，我们走吧。我七少商终生与辽为敌，他如果战场相见，放我们走。
我不会留情。 驱狼之药，只要把它配在身上，狼就不咬你了。走，帮忙。幼宝，这次帮谁啊？帮狼。啊！晚三哥，快出来！ 我带了朋友来，乌云和白雪可不怎么好客啊。哟，大当家，你回来了。哎，后边去。这位，白雪前不久。 二哥回来了吗？哎，这事儿可……管三哥，三当家怎么走了？<笑>有他，小生我真有大半月没去繁星那儿看看了。管当家，你提醒了我，还是去武安村走一趟。我这就走了，两位随意。朔北之地天气寒冷。 这酒怎么样？一，这酒像豪情是有期待。<笑>对了，既然这酒是管三哥的最爱，那我们也给他拿点去吧。好，正好去看看他给你安排的怎么样了。
来的正好，我们这儿条件比较简陋，妹子，要委屈你暂时住在这里了。管三哥说哪里话？你可真是个善解人意。报告大当家，辽营那边泛起了火光，似乎有什么动静。大当家，我们去上面看看。好，我也去。有些火光，那好，事不宜迟，我们去找老王要匹马出发吧。备马。是，大当家，这边马不见，带着红绳。万事小心。姑娘，我们走。
不是？是袁复位。好多远，哼，偷袭我，孤单费累。哎呀，七大哥呢？不能的，否则他们就逃掉了。原来是自己吓自己，不行，还是赶紧回去吧，不然遇到辽军，我一个人可就完蛋了。大哥，来不及了。我们似乎被……没错。你们跟
听我，咱们冲杀上去。七大侠，嗯，七大侠，元凶，七大侠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大家解鞍下马，大家打起精神，前面有敌人。七大哥，不错。我们撤。大家跟我来，袁副，大家辛苦了。一点小伤，不碍事。哎呀，痛死了！轻点，轻点。什么时候才能回营啊？我可不想死啊！我刚才杀了十个辽人的，自己只被砍了五刀，算起来还是赚了。什么时候才能回营啊？我不行，看来耶律大人。袁某要带兄弟们回营复命，就此告辞了。姑娘，保重。咱们也回去。